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 Bossolini 在2015秋冬又带给大家的全新的设计，好不好？好，我们首先呢要让所有朋友们看到的，我好喜欢这一款，因为这一款呢是除了是让大家看到它这个沙漏型的设计之外，再来就是这个手把的部分哦，这个是原色奢华，是不是？请您来跟我们介绍。对，其实你看到的是包款本身，但我第一个最喜欢的是它上面的装饰品。你说这一球，对，这一球可爱的。其实这一球它在我们店上的各个角落，你会看到它的兄弟姐妹，是兄弟姐妹，不同的毛哥毛弟。对，然后有一些是像这种比较可能。颜色比较重的味的，对，但是像旁边会有一些粉色啊，或者是这种大象灰的颜色，都可以为包包带来不同的新生命。没错，对，这是很多很多很可爱的小细节哦。这是可是Bossolini知道，很多的女生虽然她是想要呈现一种就是那种比较稳重的感觉或者利落的感觉，但是这些很可爱的配饰可以让她的距离感瞬间拉近。对，而且因为我们这次是北欧风情嘛，北欧就是比较冷，所以一定会有一些这种毛的元素在里面，有点爱斯基摩小毛毛的感觉。对对，好嘞，我把这款放一下哦。那么你们拿这款帮我们先拍一个照片，好不好啊？好，待会儿呢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原色奢华系列，那它这个沙漏型的设计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边边是非常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垂坠的感觉。那当然这个竹节式的中国风的元素，这个包款很可爱，它是一个这个左岸情缘的设计。是，其实这个手法我们上一季就有了，是，那因为上一季是春夏的时候颜色会比较缤纷，但这一季呢我们留下了这个设计的理念，但是把颜色变得比较成熟稳重。对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样的包型，但是我觉得只要设计的一些小元素不一样，好像就两个是完全两条路线的包包。没错，我觉得我手上的这个啊，它是用这个蕾丝的方式呈现哦，会让这个女生那种柔美度更加强。对，而且它旁边又有个毛呢的小蝴蝶结，对呀，就变成比较可爱俏皮，但因为色系是比较沉稳的，又不会显得太少女感。对，这个好惹人怜爱的感觉哦，这个像照顾她，对，带她去吃饭一样，把椅子拉出来，对不对？会有这一种，那是真心要看到哦，突然。瞬间就变得好想疼他的感觉哦，这个包很好，带出去之后你知道吗？而且很配你今天的衣服，是不是？好，我就直接挂这款，可以去饭店就喝个下午茶。好，那我们也让那个李勇拍一下这个包款，好不好？好，就像你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哦，一样的包款，但是颜色只要转换一下，就会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风格哦。分享的包款啊，也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女生非常喜欢的包款，来欢迎把它画回去，就是复古金边系列的哦。这个呢，也是会让所有的朋友们看到它很多设计上的细节，对不对？对，其实这一季所有的包包里面，除了这个毛球以外，我最喜欢这一个。哎呦，最喜欢，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本身私底下的个性就是比较简单，然后利落一点，然后可能。就是比较偏中性化，是，但是这个包包呢，其实大小真的刚刚好，然后它的设计呢也不多不少的，有一点点几何的线条在里面，是，可以比较像我平常的个性，但是它的颜色，你看旁边这里是带有一点粉藕色，是，然后又结合一点中性的军绿色，其实就可以把女生跟男性作为一个很完美的融合，对。然后它的大小，不好意思，我们是跟大家分享新的包款，不是要你来分享两性关系的哦。这也是可以，男性跟女性哦，完美的融合，对对对，完美的融合。年纪大了，有的口味比较重。而且它很可爱的是，你看它的侧面了，它的侧面还有动物图文的设计，这也是很棒的细节，对不对？对，而且因为它打开容量也非常的大，我觉得除了包要好看之外，一定要结合实用性。没错，而且这个包款在大家搭配的时候，它还有不同颜色的选择，除了军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是属于就是女生喜欢的粉色的，也很让很多女生很喜欢。就是、来，我们来介绍的这个啊，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Bossolini 常常都会让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大家爱不释手的细节，这个是扎眼贝蒂。听到扎眼这两个字，完全不用解释了吧？对，比较俏皮。但是其实它又是把一个元素很巧妙的结合在包包里面，因为今年其实
真的非常各大秀场都会看到流苏，是，但是大家流苏可能就会是比较大范围大面积，但这一次呢我们就运用一点点在手法的这边，感觉这个包包好像很害羞，对呀、啊、可能就相亲的时候真的可以就带去说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真的，或者是说我看到对方长得不怎么样，就他自己说现在心情就是闭眼不想看，哎，这包包也太多细节了，对啊，很棒耶，是，所以真的也，陈婷婷现在真的心情都放在一些男女跟相亲的上面，你完蛋哦，但没有人问你这件事哦，怎么办？自己开启的。好，那人不想回答的时候，就把张眼背地端出来说啊，至少我们的眼不见为净。是这个很可爱，他就把这个流苏像成像睫毛一样的东西，对，哦，让大家可以看到，而且名字也取得很可爱。